拱着拱着就猫你了，你看看这是好，魏哥和马哥在天坛，在天坛相聚。马爷现在是马老五，五爷，五爷好。哎，跟魏哥两年前啊，两年前元旦那天上你们家，是不是？你给弄的那个羊头，羊头牛头啊，羊头羊。那回是第一次握手，你这是次握呢。今天是第二次握手，第二次握手可不好啊。第二次握手好啊。中学的时候学过第二次握手，看过。啊、第二次握手的内容，那属于禁书。第二次握手，你这再握一下，三次握手。哎，你发现跟这个有超二有底蕴的人聊天啊，啊，超二老往那文那说，真是，我就知道他妈第二次握手啊，哎呦，是，我老认为这是好的意思，是好的意思、啊，握了头一次又握第二次，咱接着握，握他妈一辈子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今天呢，魏哥和马哥相聚天坛公园，特别是今天北京入冬来，飘落了小雪花，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。咱们看看二位大哥有怎样的精彩对话。第二次握手，上中学的时候看的那本书啊，那当初是禁书。你怎么老看禁书、啊？不让看，那青春期也没办法、啊。你说那个又什么了？看完了第二次握手，然后我就重手。他说那个。啊，要我们这岁数差不多，第二次握手是那时候还有手抄本呢啊，对呀、啊，还有一本书，咱就说谁谁的回忆回忆。说这对，我想起来，第二次握手是有那样的意思。有马哥，后来你就是因为看完第二次握手，哎呦妈呀！刚才我是人家抄，我听人家说的，我可没听完人家说你就趴厕所去了。哎呦！我听人讲吧，也讲讲那什么的，再深的啊，嗯，要现在不当事儿了，还让他说说，人家不说了，人说你还小孩儿那意思，那还小呢，不说了，也懵懂，刚懂事儿，啊，反正基本上也到青春期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那时候，对，然后上学的时候就是刚上中学，是，哎，上中学那一年是七一年，对，七二年，是林彪啊。啊、哦，林彪事件那个。林彪事件，对，然后啊，坠死在温都尔贩子，好像是七二年，嗯，那会儿那个中学生啊，有那个学工学农啊、我们还在这个院里边学过农，干嘛呢？咱这里边也没有粮食，拔草。拔草，啊、对，你说这我也拔过，还地下有那苦毛的。对对对对。拔完以后，那个东西苦毛以后就喂兔子，是喂什么？啊、兔子爱吃这个，一拔它不冒那白奶筋儿吗？那个对对对对有奶，说那里头啊啊，那其实就里头那水儿，对，白水。你说那时候。学工学农，这谁都得学。那白水你没尝着、啊，苦的尝过。你拔来以后，哎呦，这有奶，舔舔一舔，他妈苦的。这兔子爱吃那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么好看。嗯，天坛啊，不知道国家花了多少钱。你很少上天坛来吧，魏哥？我有时候也。哎，现在这公园没法溜了。对于我来说啊，你们都挺好的，我不行的。他这人太多了，你说这就是说起来，二年级在这学农拔草的时候啊，马哥啊，然后天坛的没人啊，进来就如同进了那个小说啊里边似的，嘿，全是鬼的世界，哎呦，本来就小，个小孩个也没这么高呢。那时候天坛是特背，特害怕，特破，那时候。其实就这几个大殿，剩下的现在装点的这个给修的是模样了。对，那时候哪有这个这砖地呀、啊？是土地，土地啊、就是土地，到处都有蛇哦。其实有蛇不害怕，别人跟你说，哎，注意点，小心啊，那有蛇。对对对对，蛇多可别让蛇给咬着。然后你这一来就紧张，这看你时候没事儿，薅不杆儿，那薅不杆儿，那蒿子杆他妈一人多高？那会儿啊，真的，我小时候就那蒿子杆你在里头能藏米格跑。哦，那时候卷点那蒿子杆晾干了回家烧去不？熏蚊子啊、哦！对对对，你看啊，蒿子杆还有那个就前面这哈那个坑底那个拉了秧，嗯，啊有那这怎么破着呢？那时候真是、
没，那说是叫天坛公园，就是都是回忆，嗯、回忆，那时候美好的回忆。天坛公园回忆起来那会儿啊，还有那个全民皆兵的时候挖防空洞啊，这儿有，还有呢是吧？有，嗯、那儿不是那个没地儿搁，还留着一个，堆成了山了。对，哦，那山子给后来先给全给清了。那个山呀、啊，至于现在清没清，我也不知道。清了，清了。那个土山呀、啊，那我也说过，那土山是修一号线的时候。哦，那么着给清这儿来的。对对，挖的土给堆到这儿来了。啊，有一部分是那儿的，大部分是那儿的土。嗯，好不几年嘛。啊，说人家风水先生说看出来了，说天坛不能有山。对。后来几年了。给清了，又给清了啊！现在都不都种上树了吗？嗯，就刚才在外头正对的那个，那叫宅宫啊，啊，宅宫对啊，就斜木签儿的哦，就在那块儿哈、啊，那山堆的还挺高啊。魏哥应该上天坛溜达溜达，宅宫好看，对对，宅宫宫嘛，叫宫出宫入，对，皇上走过的地儿，他打歇儿的那个地儿啊，嗯，他就叫宫，对。宫在北京也好，在全国也好，特别多。嗯，为什么多？咱走着走着了就想接个手啊，喝个水啊。那个啊、这可跟那个没关系、啊，聊聊天啊。对对，皇上他也骂人，他那意思是这意思。那皇上他走累了，可不是吗？就那人，专门有的人给他安排这玩意儿。对，他骂的真累。所以主要皇上一待过的地儿，哪怕在这歇了五分钟了，这地儿咱们就得。起名字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仙气儿，你说那意思也对，就叫宫是吗？宫出宫入，皇上不离宫。哦，他从故宫出来了，不管他去哪儿，他打心儿的地儿就叫宫。对，哦，天坛的宫呢还有意思呢，就是他跟别的地儿的宫啊，建筑结构设计的时候，嗯，保险系数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宫啊，我虽然老不来，但是我就知道。它也有那跟筒子河似的，有啊，对，这个天坛这宫里有这个，从他那进宫的时候，那得从桥上过去进那宫里，对，桥外边它有那个有一圈水，嗯，哦，你怂点人你过不去，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它那个回廊那儿有站岗的，对，嗯，可是从我记着来说啊，你就我怀疑他这有水的应该就是宅宫这底下这，对，就是那儿。可是我没见过里头有过水啊，早就没了，就是烂草丛生啊，有拉拉秧，哪有小时候上那底下逮蛐蛐的，还能下去呢啊，逮蛐蛐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故宫里边这个瓦呀是黄瓦，故宫里边没有绿瓦，对呀、啊，也没有黑瓦，故宫只有黄瓦，嗯，但是你在天坛那里走一圈的话，你仔细看。天坛里边不是黄瓦，不是黄瓦，对对对，是绿瓦，绿瓦，绿瓦蓝瓦，它好多的格式，过去的人在做设计的时候，它是有等级的，什么位置搁什么色的。在这儿呢，这个皇帝呢是小的，天是大的，哦、所以他不敢弄黄瓦。你别说咱们在天坛，嗯，这是老什么？故宫那就弄黄瓦，对呀、啊，他就是天子，他是天子、哦，在这儿他就是小的了，哎、哦，嗯。天为大嘛，天为大，对。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，今天我跟马哥、魏哥，我们一起来到了天坛的福宴啊啊！完了呢，一块呢聚一聚啊，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这个啊聚会的栏目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完了，马哥说两句。我们这个在这个福宴吃过一回了，吃过一回。但是今天唯独高兴的是能跟魏哥第二次握手，别老你们呀，别老上魏哥家吃。是啊，魏哥猴忙活的，怪累的，有给把魏哥给请啊，跑前跑后的啊。但是呢，家里是家里味儿，对，这个外头是外头味儿，感觉不一样。家里是一个味儿，啊，感谢紫禁城，外头是一个气氛。魏哥，感谢紫禁城啊。第一次带我上外边吃饭，哎呦啊，玩了两年了，哎呦我的，我不是叫屈啊，两年了，第一次带我上这儿吃饭啊，第一次上这儿吃饭，不是可能还是按北京话说是磨叽出来的啊，磨叽，你老带马哥吃，没有不带我玩，哎呦还说呢，今儿蹭那，我吃几回啊，蹭那个。这地儿叫福宴，福宴，天坛福宴还叫不习惯呢啊！你再来几回就行了。福宴这开了好像没多长时间啊，时间不长，
它没有什么历史，嗯，但是这个地儿啊，哦，这地儿始终有，以前就是给皇上斋公做饭的地儿，是是是，哦，这个位置有，这个饭店没有，对，现在有饭店，嗯。是这个地儿有，原来这宫 我很熟悉，就是他们给支付、啊。我天坛那我最喜欢的景儿、啊，最喜欢的位置，啊、就是宅宫，不是回音壁、啊，就是宅宫。哦，真的，过去啊，你可以进去。我原来在职的时候啊，我过去那个 pass， 嗯、啊，那工作证特别厉害、啊。以前是领导这个，好，走到哪儿、啊、只要把我那个身份证、哦、那个工作证亮开，啊。然后通平随便走，厉害啊！所以那个工他还当过领导，他不对外，你看看招领导。但是我那工作证办的怎么样了？让人开除了，我操！也别说了。您看，两位大哥讲述了过去天坛公园的一些记忆，这北京人在一起聊天啊，就是有意思。后续呢，将陆续报道二位大哥精彩的聊天场面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